全军出击！ 被攻，往下走啊！不管他们啊，我们先打个落手，来把寡妇上单。痛苦之庸，恶魔之庸，痛苦之庸，痛苦之庸。恶魔之庸是什么？是装备是不是？恶魔之庸是什么装备？是魔抗装备。扣一下。 平A，扣一下，致命点燃，扣一下，哎呦我操，几块几还行吧，他交了个闪现，这寡妇一级，他想学E，咱就不用害怕。恶魔之庸是另一个大面具，啊，搁这儿呢。 我来个皮还，这完美的曲线，100块钱换个伞，哎，无所谓了，我两个饼干还60呢，这么地儿吧，一会儿俺们这，抠一下。 哎，一下扣一下，我这叫满城征服者。注意，这个不太应该让他能外圈刮着，其实。让他外圈给我刮着了。 我交个闪，应该能躲得掉。他不是 QE 下当，下当了！哎呀！哼，不，我伤害他们是出于爱。 再见，溜了，回家了。卡兵线呢？那兵线一个都没卡住，还卡呢？咱也不会卡吧？咱就别卡。你卡来卡去，一共卡了一个兵，你卡啥呢？你在这卡啥呢？你说？ 来两本小黄书，先出耀光，怎么老也让先出耀光？出什么耀光？我吹嘴棒。
先出耀光，你想让我那啥呀？你想让我 Q 技能平 A 耗血呀？不用，上六再跟他打。我们的斩杀线比他斩杀线高。玩吧，把他杀了，玩吧。哎呀，好猛嘞！我操，你真是神仙啊，兄弟啊！你是真厉害呀、啊！你是真牛，你一技能嘲讽完不放壳的，哎呦我是真是服了啊，我是真是服了兄弟。刚才差一点没给他打死，我技能没放出来。我会让他们受的折磨不计其数，绝不会浪费。先回家，出装再去，还有红 buff。没啥了，其实挺伤。正常我要跟他换了，其实也还好。他们的快乐有多高，痛苦就有多深。你就不叫跟他吃他一层塔皮回家了。要杀了谁才能挑起又一场图文之战？牛了，好猛！我刚才炮车丢了吗？没丢吧？我在想，我是法川海呀、啊，还是大棒啊？法川海吧。法川海跑得快，伤害高，就是这寡妇的大招吧，却被是冷却时间有点长。你拉谁呢？当一个人下跪求你，就是他最坦诚的。哎呀！先上天塔，再下。小心点啊！他有挺进。我们能跑？我操！我能回血，你能吗？请问。我要给你做一些神奇。哎。嘿嘿。身体就在说。
下波还能杀。他们的快乐有多高？下边我有大，走，先回去啊，1700。我直接美甲欠魂卷吧，这么装杯，不给他出个美甲欠魂卷，我就认为这有点对不起他。来个美甲欠魂卷。93、98，加了5点法强。我喜欢快乐的人，他们摔得最惨。直接美甲切魂剑，吃个药来。他这波指定不能那啥。伤害有点高，哎，哎呀，这个挺进加 Q 有点东西啊，为什么不闪现躲麦圈 Q？ 问得好，菜了，菜了。我的美甲切魂卷变成零层了，哎呀，这波没杀了，可难受啊！又差一点。我感觉以这个距离，我不用交闪，他也能死，我就没闪，我先算了。这落手其实挺厉害，有细节。只要跟着寡妇就可以了。跟他玩得慢慢游。魔抗玩吧，千万别来啊，我们去中路抓人，去把这卢仙给他抓了。哎，但是我们家中单052怎么办啊？不行啊，玩吧是个傻子，中单是个傻子，我这把得靠下路了。我们是人类，第二是痛苦，第一是寂寞。不要离开。等会儿，别着急上啊！你别给我着急上，等我，等我回血。他没有点烟，他打不死我嘞。来来来来来，这回上来。哎，他大招为什么没劈出来呀？这什么意思呢？刚没劈吗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可能不算，我们大他大，可能不算。不算的话就有点难受了。
我的前任全都死了。不过没事，我们家 ADC 是个维金，去趟中路。这个卢仙得杀呀，这卢仙搁这边，搁这边呢，搁这边呢，搁左边呢。我来了啊！只是激情的灵动，就是这个样。这王八呀！我操！别追了，拉倒吧。那俩傻子算了吧。不是我卖他，我那技能没放来，没伤害。中路不守了，去杀了杀卢仙。刚好把E用了，这波应该能杀。哎我操，我大还没放出来。哎呀妈呀，有点难受。1000块钱没拿到，切我这！这1000要是让我拿着，就有机会了。卢仙1000，德莱文没钱。别着急啊、哦！哇哦！哎，五杀了！黑我喷他 Q！ 哎，五杀了！没想到吧？我美甲切魂卷20层了！哎呀！没想到吧？啊，一切皆有可能啊！回家出装备了，我们3700块了。来个巫妖的，巫妖差200，药水就不卖了。正好中路烧一波巫妖了，我要起飞叶，我这一看呢，嗯。我腰了啊！我腰了，我腰了！黑子啊，黑子，我无敌了。谢谢猴哥的鸡8岁了。
这确实是有点烦。有锤石的灯笼，我最喜欢的东西。去拿四层美甲切魂卷去。第一是人类的痛苦。德莱文我能秒，哎，双杀好嘲讽，小龙咱们藏起完了，还给我踩那儿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别完了啊，打大龙来。呀，完了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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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漂亮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不行，宝贝。他们说着不要，身体却在说掏空我。就是这样，亲爱的，放下戒指。发什么问号啊？这有什么好发问号的？挡一下卢仙嘛。那卢仙比德莱文还脆呢，他没有，他没有什么，哎。别急啊、哦！来来来来，杀卢仙来！我杀他，哎，挺烦人呐！他一丝丝儿，哎，我套个点烟好了。他打我好疼啊！他妈一个平 A 打我600多。不行，还是差点伤害。我发现出个法穿棒，这把不出傻漏，出猫的。AQ 打了我600多。哎哎，大龙没了。我齐亚娜起飞了，齐亚娜漂亮，兄弟们，走，我们找卢仙去啊！这卢仙指定不服。操！我打死他！上王吧，没事，可以接受。给我勾了！这锤石那么烦人的呢？怎么那么烦人？啊？怎么就那么烦人？还在那勾。别着急啊，我杀的对面杀的千珏就一下，不用着急。再见。没关系，宝贝，谁都有发挥不好的时候。下路兵谁守？
来个人给我下路守兵。都是我的最爱，直到变成魂器。来个人跟我下路收兵。这卢仙不太好野啊，有点野不起。没有大刚才。漂亮，火蓝。哎呦，我火蓝点赞，你就是2020/2021世界冠军。只要一点疼痛就能让我满足。发财了所以这件事告诉我们什么？你要有斗志啊！你没有斗志他就没有翻盘。劣势成这个样子，给我们拿了一波五杀，来了一手美甲切魂卷，拿下了。这锤石真是烦死了人，真讨厌，挂平没。居然不是 MVP。